早上的5:58啊，你看看轮椅社的现在在孔庙哦，这边有很多的观光客住在这边。孔子老夫子讲过一句话，有教无类，有教无类。我再重新教各位一遍啊，你们要知道，我们1539，你给我988元的会费，也等于是后谢的0.2。后谢0.2，两星是多少钱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64块，64加64是128。哦，你中了以后，那你就是付我，你等于才付了128块钱。没中就是输128，我们会凹啊，988元等你凹回来，你一毛钱本钱都没有。其实你一毛本钱都没有，你只是拿个本钱摆在那边。所以投资这539好处就在这边，你必须要中奖，你必须要中奖。你不，我们是平均一个礼拜，这个礼拜已经中了2次，你不中奖，没有人理你的啦。啊，我是靠实力赚钱，啊，你呢出点小钱。啊，上个礼拜我们叫我们的会员啊，圈中了3星2次啊，0.3，本钱才多少你知道啊，也没多少钱，不超过凹回来不超过2000块的本钱，通通他赚了44800块钱啊。如果有错误你可以随时打电话来指正啊，因为我算账是很厉害的，上个礼拜就赚了44800块钱。有什么行业百业不振啊，我们目的是叫你中个两星，有个小钱能够养家活口，你有多余的本钱大赌可以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输了钱你可以来跟我借发财金，没有问题。你是参加我的会员付了988后，你输了大概10期没有中988，我可以借你发财金啊，我重新借你发财金啊，一样借你10000块钱，叫你翻身啊。你借10000，你投资我们98810期不中，我们一样988，借你发财金给你啊，这没有问题。因为我很有钱，我非常有钱，我是个四肢瘫痪者，我根本是对钱没有兴趣，我喜欢帮助这些穷人，穷人翻身了、啊、太不景气了啊。我是跑财经线的记者，我太了解社会了啊。只要你付第一期的钱988啊，不中你就不要再继续付下去啊。签了10期投资9880块钱，你认为你还是输，我再借你9888块啊，凹回来你从来不会赔一毛钱啊，相信我。打电话到09790904492，这是台湾大哥大的号码，09790904492，或者打我的 LINE，我的那一次09150088140，09150088140，好，谢谢您。